中国都做出黑悟空了，台湾是干嘛？这句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他真的想知道，一个是他单纯想酸。但我敢说，他就是来酸的，因为想知道还不简单？台湾明明就有独立电玩展，去的可以看到很多开发中的游戏，就明白我们的进展到哪边。什么？没空去？还有一个方法啦，玩他们的试玩版也可以。找款评价不错的来看看，哇，极度好评哎！台湾的实力还是蛮行的。点进去一看，我笑了，这卡片根本就还没画好啊！制作团队还挺幽默的，居然还给他看前一版本的样子。我有做哦，只是更新速度比较慢而已。既然把美术放旁边，那他把时间花在哪里呢？原来是在构筑玩法啊。说实在的，我能懂他们的无奈。中国的游戏说穿了就是在炼骨，几千款才出一个黑悟空，而台湾只是摸石过河，一步踏稳了才敢继续走，所以先搞定内容是没错的。看看这个第二章，我只能说太变态了。敌我松已经进化到超级赛亚人三了，因为他新增了加护跟升血的功能，只要有钱就能疯狂提升。而为了对付实力暴增的玩家，敌人的布置也是超级没分寸。常常开场，我一张攻击牌都拿不到，集不了资源，没办法召唤，然后就被送回家，不然就直接卡住，让你不能玩，想输都没办法。这个 bug 多重开几次机就好，问题不大。至于一开场就被打死，我真的翻桌啊！是在打太阳神是不是？好在现在可以接关，不会运气衰就整局重打。我三个版本就玩，所以非常感动。有没有这种边做边试玩？官方得到回馈就改掉，真的有种看到小鸡破壳慢慢长大的感觉。但不得不说，这版本平衡没做好。只要你能叫出召唤物，接下来就是资源多到用不完，疯狂叠 debuff，打了还能再打，连头目都被按在地上摩擦，玩起来运气成分占太大，要么第一局挂，不然就是瞎打都能赢。除此之外，我是有点担心这团队的控管啦。身为一个基层，最受不了的就是打掉重做，而本作就有这样的迹象。你看这个拿刀的美少女，是不是日本武士的样子？而在新版本中，突然变成铠甲骑士，界面的小图示也有各种更新，完全可以想象美术人员心中的感应，是不会一开始就想好哦，都画好了才要改掉。但我是王八蛋吗？这就是之前讲的真实的台湾游戏开发现况，每一次的更新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处境，而那些问台湾游戏在干嘛的人，其实根本就没心要了解，因为很多团队缺少宣传资源。打不起广告，募资也困难。要是有大佬说要采访他们，绝对爽到飞起来，非常乐意上镜头。但这些网红有去联络开发者吗？没有，就只想吹捧祖国的伟大，表面是在宣传黑悟空，实则是在践踏这行业努力的人。我也不想讲什么爱国的口号，什么台湾人要支持本土作品之类的情热话，但真的想知道台湾的开发状态，就 Steam 打开，然后试玩版玩一下。觉得比记者讲的还要清楚，这款游戏叫做《纺织者之勇》，名字说真的很难记。现在都嘛是元神明朝换完这样取，我觉得可以叫做排队或者乳房，这种一听就超级有梗，公司气势就赢了。团队有在募资，真心建议大家可以玩看看，期待它可以成为下一个《活侠传》。萝卜汤来了，各位看，哇，这个安利气势。好，那我们喝喝看，不要再说什么台湾小吃，现在是台湾大吃，好不好？现在要是有人带你去吃那个夜市摊贩，台湾这一摊，那个男人一定是真爱，一定很爱你，他一定很爱你。味道是真的好，我觉得不错。哇，送过来，哎，这个滴下来了。那我知道这个在说什么，你知道？这个在说猪的后腿座，那这个猪的后腿座，然后这个哇，这是这个中段。为什么选中段？因为之前选腿裤，这次看看中段怎么不一样。还有这个青菜细仔烤啊，这个很久没吃青菜，这出外吃青菜就是什么？就是个桂枝来。还有看那个萝卜，那个萝卜排骨汤。要测试男人爱不爱你，不要再买什么首饰礼物了。
你就问他，你敢不敢请我吃那个猪脚卤肉饭？他敢就对，爱你对。嗯，真的很香，最后才奶油。我在穿这个飞鸿，你看这卤蛋，还有这个，哇，蛋是一整颗的，这个就有诚意了。要知道现在吃到一整颗卤蛋，真的是价格不菲哦，真的。啊，大家讲了哦，你看，某个人关掉之后，没有再造谣之后，蛋价变便宜了。所以不要在夏天那些奇怪的网红了，那奇怪的网红怎么在造谣，在那说超市有问题了，到现在，大家变便宜了。为什么有时候社会那么黑暗？那就是因为民众盲信，民众傻，民众相信阴谋论。那当一个网红乱讲乱说一通，他们信风作乱，大家日子过不好。再搞一块来。搞一块就炒蒜头的，也有蒜头香。这高菜有保持它的脆度，那个蒜香，啊，蒜香脆很爽。该是见证一下它猪脚实力了，毕竟猪脚。哦，所以现在有一个小块，现在。它的最上层非常软，软软的，那里面那个脆脆的，牙去它的那个口感是哦。非常多变化哦，软脆，然后劲，难怪可以卖这个价钱，这是真功夫啊！油豆腐来，哇，油豆腐，哦，这个吸了整个酱出来。的这个损失，对，虽然很不符合这个频道主旨，但不得不说啊，我爱工作啊。